只有武器暴击才能造成伤害，所有武器的暴击乘以十倍。武器元素异常触发巨身两面啊！哇，安安。好，第三关哦。等一下哦。安南东西在。你带两把，还好没错过。多好的教你画画呢，吃屎啦！你就逼我会画。画画呢？没画画啦。不行，返回大厅，确定。哭屁呀！走到那边。我也太晚了，没办法、啊。我有台，我也是有台想看的，好吗？没有，最主要是我本来，就是跨年后遗症嘛，就是作息不正常。哎，北面安安，作息不正常，好，拜拜。我就担心说会不会因为明天上班上课一堆要睡觉啊，只是随便小开一下啦。哎呀，主要是想说再来开一下聊一下天，然后刚刚去看了一下。那个昨天玩的那款游戏嘛，来欧搭，来啊！你凑得到人吗？你凑得到的话，我们就来玩啊。你是不是来太迟了？没有啊，刚刚开，刚刚才开哦。用火焰击败敖人。你这五个人，哦，我来了，不开玩笑，我直接来了。哎、欸，不过我变新手了哦。噔噔噔噔噔，现在要干嘛？玩 Overwatch。你们在哪里啊？你们在哪个语音房啊？更新太烂了吧！我都开好了，你们还在更新？哪一间啊？你们房间太多了啦，我都不知道去哪一间房。等一下哦，来啦来啦也没有啊，肥宅快乐营地也没有，你们在兔窝了，你们是鬼哦？嗨，你好。有。早安。游戏。我会收敛一点的。收敛什么？骂脏话这部分吗？
对，是他最近骂很凶哦，真的假的？长大了、哦，对，对不起。你会很期望是不是？看天生无邪的 Tina 没了，大狼了，我靠！他已经进入叛逆期。没有，不是重点是我刚去找他们的时候，我骂了一长串。哇！就一进门先骂一长串。看他最近骂多凶。不是啊，那个壁垒在晚上。BS。你怎么会这时间？壁垒复活了。我昨天也是这时间开台啊。不行，我刚刚断不到慈悲。喂，可是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先去洗个澡。不要洗澡，再陪你开台好不？嗯，你是怕被我骂？没有，我会被骂。哦，骂回去啊！不要跟你妈、跟你爸妈说，以前等你们太久都没骂你们，现在干嘛要骂回来？安娜要治愈他，为什么？不行呢？哎，那个你们看一下，到这对好像又是……哎，不对，是换一个。我以为是刚刚没有啊，刚机上新机上的那个是啦，到底谁在打我啦？你们怎么不能在玩这个啊？有人早就玩了、哦、小鱼找我打，我打。我想说你们不最近在玩 Steam 那一款有点元素组合的游戏、那個？哦，你说我们有最近有玩两个，那个羊皮纸跟那个七日，我知道七日，哎呦，七日好玩哦，注意哦，哦。哇，老君！好了，有海来了，是誰？可以跳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办法复活你，我在这里陪你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很受虐，因为我一边戴着耳机听台，然后一边就听着欧大的声音。我你不用听台啊！我没手把它拿下来。你没手把它拿下来。按个静音就好了，静音我们这边的啊。那、啊、你听台，不就是听台的声音啊？然后我没听到欧大的声音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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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不，这就是眼神交流啊。哦，好啊。这个壁垒太过分了。啊！不行，壁垒要有我。对啊，死神很努力了，但是我尽力了，可是旁边有一只慈悲，真的很难打。那我帮你，可是壁垒的伤害我补不来哦。我知道。不好了，我拿下耳机了，我现在是正常的小鱼。我来治疗你。先知道别人。看不到。等一下啊、哦。应该在左边吧？左边角落那边。听听，拿用身体去证明了。对呀、啊。对，我没办法。行，他复活只扣给那个壁垒。哇靠！哎、欸，我好帅，可是都喷了一群。不是啊，不是要收敛吗？收敛呢、啊？修炼呢、啊？没关系啊，平常我在环境台也冒很凶啊。他等下说他可以骂哦，可是我们不能骂。我没他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是不是在退取开？退取开才不能骂。为什么？脏话啊！退取规定。退取会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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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很多都不行，不去退取规定比 YT 还恐怖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之前不是说啊退取可以听歌听版权的，现在不行了、啊。他在你面前。壁垒又站起来啦，又坐下去啦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好的。我没想过那个慈悲会跟我一起复活。你们一起复活？对，他复活壁垒，我复活达达，那只死神。啊，好不容易推过去，哦，壁垒又架着了。重点是还是面对面的那种。
不是啦，你怎么走那么前面啊，大大，小鱼大大。是小鱼，不是大大。我叫你胖胖。小鱼大大。什么胖胖？风声小。蓝绿猪。看你的叫声真的是很好笑哎。啊我吗？别开的。你站起来！这怎么看都是假新手啊！这些这等级一定的啊，这已经是过气游戏了。拦路做大哦，是对面的、哦。他开了。好那好吧。哎，避雷在左边。啊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在那个，原来他在那个位置。对。那个。在桥下那个死神，你桥下就是避雷的位置，懂吗？桥下就是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在你后面。这么近我也抓不到，真的是。下，你先。哎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都可以抓得到我在哪里、啊？你觉得怪吗？你的大决定被他打掉两次了。对啊。就把他敲死。蓝鹰要死。我们的蓝鹰要死。他终于有点用了，太感动了。有人说你的叫声超好听耶，谁？很可爱。那个。我说，我说晚点找那个我们烧厨房的声音给他听。不要谁？我把分掉。他不是在台上打字，你要怎么分？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谁呀？我告诉你呀。什么呀？谢谢你成为这世界第二个觉得我很可爱的人。好可怜。真的啊。真的齁。我都围着他耶、欸、天哪、啊。哦有够难打、欸。老君自杀式攻击。对啊对老君你跳进去就好了齁。对啊老君你站在他旁边就好了。他跳进去啊。对他跳进去。你刚刚抱着他。我想说就是在他头上死掉啊！哦，你也想哦？你想跟他一起死是不是？我想训你、啊。你们吵架了是不是？说错话了？什么？有了有了有了！啊，有了！不去！哇，碎碎碎！跟我一起来吧！有吗？你真的要殉情的吗？我还觉得殉情错人哦、喔，天啊！对啊，我们就是你不仁我不义啊，他殉情。下面有麦卡伦，没关系啊，我照顾你下面。死亡魅影，你那颗很久哎、欸。啊、差一点！哇，被狙掉！不行啊，我太胖了。干嘛？发生什么事？我往大大那边飞，然后避雷在我面前，尴尬。我的工作经常第二上场喽！嘿，去你的！
哇，你打死了，可惜了。我第七被霸凌吗？好妖嘞！他被霸凌没错，我被霸凌。想说怎么突然那么激战的时候，你们好安静哦。总是这样了，这轮胎有用吗？这个不大对，白痴。我第一个怀疑，为什么会强化我？好像不太对，被强化轮胎啊。而且被强化的人就会很自觉的开大。可是我炸弹鼠强化，然后但是我轮胎没被强化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啊、你轮胎没有电。学生是不是不邀我啊？不想跟他玩，不想跟我玩。没有，可是我还是没听到。是啊，你是不是对他没爱了？小月当个队长呗，这是没爱了。没有啦，没有爱的，没有爱的，没有，有啦，没有啦。Tina 呢 ？Tina 去哪里了？我不去洗澡，我要去洗澡。哦，没关系啦。你是不是没在听人讲话？他没在听我讲话，他不想听我讲话。你想跟他洗澡？你问过人家意见？我怀疑他骚扰我。你可以告他。可以急啊！我都有录影存证了，在场有100多个证人，一个一个传。我告死你！传递证人一号到161号。你就说他来宾161号，还要领号码牌就对了，对吧、啊？安安，好了，我去洗澡。你快点啦！我限你5分钟之内回来。你洗个头也不止5分钟吧？怎么洗？我连吹头不止5分钟了好不好。你会不会？我觉得。他光拿浴巾就不止5分钟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那种就是头低低的，然后用头发往后甩的那样子？你说小美人鱼的那一种吗？对啊，好不敢想象啊，好恐怖哦！怎么好恐怖？我洗头发很麻烦呢、欸，头发很长。我觉得洗头发真的很痛苦。欸，小鱼，怎么了吗？讲台语，公台语，假鬼假怪，哦，假鬼假怪，哦，好怀念哦。你要讲什么？然后 Joko 教我的是什么？诋毁鬼。为什么教你这个啊？不知道。你想吃诋毁鬼啊？很想吃，香港没有好吃的诋毁鬼。那木乃伊的奶有台语吗？木乃伊？对啊，的奶。我们又换了一个 Tina 进来了，他改个名字。怎么玩？右键是干嘛的？右键。啊，不过他子弹变很少了。小美吗？对啊，右键哦、喔，不是那个你的左键只剩120啊，不过那个你 shift 的时候会回子弹，太屌了吧！诋毁鬼，你下次你的游戏 ID 就叫诋毁鬼，好，不要，你叫 D 就好了。不要！我叫花野菜，谢谢大家。乌野糕。死神绕后很厚，全部人绕后傻眼。
我还想学更多的台语，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你说想学就学，就是你要有个契机才可以学得到台语。契机通常都是台那个脏话。对，可是就是脏话我不太想学，它不太实用啊。脏话很实用啊。我不是会骂脏话的女生。哇！你可以帮我？哇！谢谢听的。蒂娜，谢谢。不急，小蒂娜。吉普特，来不及。哇，直接扫我！哇哇哇哇哇哇！都有位啊，撞枪！哇塞！这不合理啊！爆头！好烦啊！我们没得进呐！哇！飞不到了。秀秀膀胱，膀胱，不是吧？秀秀膀胱，法拉好吗？法拉现在飞得起来吗？我靠！怎样？我靠！太饿了！我操！最后一个打嗝是怎样？番茄吃太多。番茄？为什么番茄会打嗝？哇，你喝水会打嗝好吗？番茄。一个小球球在后面哦。右边死神，球球。啊呵。完了，嗯哼哼。哦，后面怎么那么乱呢、啊？不知道，后面全部人都绕后。啊！小屁哦。
现在是连叫的权利都没了吗？对啊，可怜了吧。可是小鱼的卖点不就是乱叫吗？什么东西？我没有打算拿去卖耶。还是你想卖我？有钱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！为什么闪光跟小鬼、欸、不是闪光，闪光跟紫藤在后面追我？我这是莫伊拉、欸。哎呀，假新手太多了吧！大哥哥大姐姐可以订阅我吗？你要问他们啊。我是不行啦，我只订阅我喜欢的人，譬如我。对，怎么会死神在这儿啊？我被吸靠靠。妈妈妈妈妈妈，闪光在上面风车那边。真的怎么办？ Tina 不在就这样子了。你们是不是说之前 Tina 在都遇到妖魔鬼怪吗？可是他也是妖魔鬼怪呀、啊。洗好澡了没？应该是还他一直跑，一直跑。你看我多可怜，你也很可怜，我们都很可怜。啊，给 Tina 啦！啊 ，Tina 很棒 ，Tina。很棒。之后叫他去看 Tina。哦，听到我们夸奖你啊，我们有啊。我变得不会玩蜘蛛了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好的吧。你现在怎样？找剧情讲。我现在是。我想去台湾吃好吃的烧肉。好想来台湾吃鼻会贵贵贵。你也会讲熊麻吉不是吗？麻吉奶奶吗？你说麻吉是台语 啊熊麻吉是烧麻薯啊。熊麻吉，对，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台中吃的那个吗？哇、哦、超好吃的，天哪、啊、崩溃崩溃、哎、崩溃还是很贵。崩溃的好吃哦，崩溃的贵。就是、去台中的話，台湾有什么东西会让他觉得贵？应该没有。订阅我啊，我就很贵、啊。他
他每天都在吃龙虾跟那个帝王蟹啊。欸、对啊，你到底为什么龙虾、帝王蟹那么多啊？有钱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你那么有钱啊？因为他有工作啊。哦，为什么你会有工作又有钱？为什么有工作？为什么我会没有工作没有钱啊，小鱼？因为你有我啊，宝贝。那你又没有给我钱？因为我穷啊。那你为什么？你穷，你可以把吃帝王蟹的钱拿来给我们啊。请抖那一只帝王蟹给繁星。我不敢欸，他搞不好躲那个有什么，欸，重金属的螃蟹吗？对啊，不然他在我耳边那个冲 rock 怎么办？啊！眨眼，眨眼，没有，他会给你上死亡金属。可是他寄活的龙虾过来，不敢料理啊。放心，他寄不了活的龙虾过来。我连自己都寄不过来了。你就慢慢寄过来啊，先把一只腿寄过来。分段式。谁想要收到左手？谁想要收到右手？黑暗大法师。然后昨天玩的那一款游戏，那下一次解锁角色，我还查不到原因，说什么无伤打过最后一只王，或者是打过，你说霓虹还是啊？你说昨天玩的那个？昨天玩的那个啊，就最后那只王，他说要么是无伤，要么是打三次，有人说打三次，有人说就不能受伤那样子。无伤会不会太难了？对。太哈扣了。其实龙虾我还好，因为龙虾肉就只有它身体那一块，身体那一块又好少。没有，它都熬有很多肉啊。那你才熬跟身体啊？为什么我又是壁垒？我不是选坦吗？这游戏有什么问题？你没有选攻击啊？你选攻击啊！很单纯的选攻击。我不是选坦吗？不是，不是你是很纯粹的选攻击。我不要哦！崩溃！你太好笑了吧！我靠！幺五圈，你是不用讲的啊？你们讲话是不是？分叶仔啦！哦。然后他还分页哦，对呀。我的场子只能由我做主。一，朱特。哎，希望我们可以看到鲍勃哈。会啊。我这一场一定会放到一次鲍勃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撑着点啊！啊，人王，哎、欸，喂，喂，阿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好棒哦，繁星！我射他八枪都没射中，第九枪都射中了。好吧。好，换我被秒了。两只进房间喽！两只进房间喽！出来了，投出来！我杀一只，投出来了！上面还有一只那个，几乎在上面呢！哇，怎么会有龙啊？哎呀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是没救了！鲍勃，鲍勃，你们还想看鲍勃还有30%电量？我去！给他一个快冲！快冲！起电你！有有需要你？
我好需要你哦。怎么了？好需要你当队长。包伯需要你，包伯要你才会出来。地上的包伯需要你，包伯需要你才能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包伯有包又有伯。什么叫有包又有伯？你是铂金包吗？谢谢谢谢老菊，大家都听到了。哎、欸，我睡着了啦，我不要起来。哎、欸、，Kevin 你好准哦 ，Kevin 你怎么了 ？Kevin 本来就很准啊，包袱没有，这是随缘的玩法。哎、欸，拳王拉号，哦，糟了糟了糟了，又回去了。啊？嗯？拳王拉号啊，又走了，真的啦！你去看我的台，吴缺帮我证实。拳王拉号，拳王来了，拳王来了，拳王想怼我，救我！看到了，救我！哎，好多了。我是不是讲了？我是不是讲了 A 什么 A 什么？你说绕后，没说他去后啊。拳王嘞？他不见了，他死了！哎、欸，鲍勃要出来了，鲍勃要出来了！啊，好好好好，可以了，我现在放喽！哇靠！等一下，这什么还冒出来？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挡，你帮我挡，我是小D八呢。不是你啦，帮 Kevin 挡，你有什么用？可是 Kevin 躺在地上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不让他虐你死啊！我靠！左边，哇！跳龙，他等一下班他都出龙了，哇！我操！妈妈，妈妈，我想吃鸡排，便当，不要！哎呀！下水饺喽！哇，没人了！选错字啦！我们努力保护。我的绝招快要救世了。哇，五连支。死了啦！鲍勃，鲍勃现鲍勃变小美了啦！哇哇！有龙虾！帝王蟹啊！呀！鲍勃是练球球了。鲍勃的去什么？啊？他有睡眠标，我以为躲过。莱茵哈特拉后，右边莱茵，还有拳王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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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不！哦不！我怎么没看到拳王在那边？
因为他自己就是拳王啊。No，No， 非常没踢呐。就是因为没踢呐。我只是洗个澡而已。这个卫生纸。跳掉跳掉跳掉，算了算了，跳掉吗 ？OK， 跳掉跳掉。你还没看到他躲在后面，气死！水。给听呐，给听呐。我们这里就是等级最高的就是队长。你记得三个都要勾哦。不要，我勾一个。好。想骗我？OK， 这次是勾防御，这次是勾防御，没错。骗我。好，我去尿尿。顶最右边不是随机吗？想骗我？最右边是三个全部都随机呢。对啊。所以繁星今天有去看电影吗？看什么电影？就你不是说礼拜六找学妹们去看电影？今天礼拜日哎、欸。我有礼拜日啊，说错了。没有啊。他也没约我啊，他只说走啊，出来啊，他只是想这样就没有啦、啊，讲讲而已，对吧、啊？讲讲而已，而且他今天还 po 文，他今天还 po 文说什么？天底下有哪个老爸会教自己女儿在这个天气去外面拔草？我回来，缇娜去拔草。我靠，我不要，缇娜去玩，缇娜去玩土，我不要，那去吃。我不要了，天哪！我们家只剩下土而已了啦，你要珍惜呀、啊！天哪、啊，你们现在话题都变成这样子，就那个小鱼哦，跑去赌哦，还赔钱哦，闭嘴哦！你们再吵，我就要选巴蒂斯特了。选啊！我不会，我玩一只我更不会的。来，我看看你要选啥。让我看看，哇塞！我操！我是不是应该去选回选七六才对？我还在。我靠！爬不上。喂？喂？大家都是白烂吗？白烂什么？你看乌旭是啥？要不要恭维？我先说他选一只他专业的哦，是我看到了，所以你要不要恭维？如果仓鼠再不能的话，就放弃玩斗阵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我的呢？啊，你死在哪？这边。喂，我没有看到你。啊，原师他还没搞我。大哥，你没机会了。哇。你给我换，你要换脚早说嘛！不是、啊，你要不恭维啊？
哎呀！终于再有沟通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终于再有沟通。哇！给你机会。哎呀，我。不要靠腰啊！你这个一棍砸。小鱼，你还要那只啊？对啊。哇，也是残。我睡了两个人呢、欸。我把再复活别人的那个复活了，不是睡死了。你把再复活别人复活了。我记得你好像不会复活。那你就记错游戏了。这游戏不是谁都能复活吗？并没有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我要死了！哇，后面都惨哎，天啊！啊啊，我卡住啦！我也没事。后面，没事不疼。我看为什么他明明很多个人，那个符号为什么只有我一个死掉？是不是不公平这游戏？因为你没有位。喂，除非你可以睡到他，比较穷。哎，谢谢你，这是我活下来的。太妙！啊！炮台玩死他了！别以为这样就能叫我换脚。哎。完了，更不要闹啊！没事没事。哎，后面那只云是一直搞我，我明明就那么不准，可以让我玩一下吗？因为你是捕食。什么？在说什么？骂云是还敢抓我？是不是没被莫伊拉视为知己？那你换了吗？敢换啊！他玩你是玩的那么开心耶、欸！我总觉得他刚刚好像一直炸到自己，哇，确实太高了啦！
太高了，你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你看，哎、欸，不错啊，哇，安娜可以嘛？哇，你两颗好大！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。答真是安娜。真的很，我也在等他。你们两个真的很过分。舌头一来就听到什么好的、啊。石头最近不是在玩那个吗？枪火。不要这样，跨年那天他赚钱赚蛮多的。哎！枪火不是繁星以前一直在玩的吗？对啊，就是一只猫猫，一只狗狗，然后你叫了哇哇叫的那款游戏。玩什么就叫了哇哇叫啊？哦！傻眼！傻眼！香火虫，那个啊，折头那个小玉有买啊，那时候跟他玩过了，我也有买，可是折头都不来找，真的。折头枪火不是良心推我们入坑的吗？啊，拜托，枪火刚还在测试版，就是叫你们买的，这很好玩，快来，那时候还在 FB 啊，对对，还在 FB， 重点有啊 ，farm together 啊。之前玩的时候不是只有猫跟狗而已，那不对啊。后面那只鸡，后面才出来的。那名就是鸟。基本上凡星推的游戏我都有玩啊。对啊，啊只是我都把它丢下来啊。对啊，就是骗人，骗子。什么骗子？你都没兴趣啊？可是我那个真的还好啊。可是我还是买的啊。那你要不要玩那个嗜血什么鬼东西的？嗜血什么鬼东西？地血还是什么？就是今年夏天会出那个杀僵尸游戏啊，1400块钱的那个。那个，那个是 L 团队那个吗？对啊，1400的。有点贵。很贵啊，超贵。L4D3 哦，对啊，的团 L4D2 的团队出来做的，好啊，买啊，玩啊。L4D2 跟另外一批人还那个合作的，可以啊，来啊。可以一个这个游戏来说，1000多块钱会不会有点？过人送人那就不贵了。废话。也是。哦，我缺贴了。好啊，买啊，来啊。Black for blood, blood。我以为是先把小圆圆玩抓来玩七倍。对。然后结果买啊，小圆来七倍啊。如果小圆没办法改模组，他永远都是这么可怕，到你还要玩。左边还右边好。我拒绝回答这问题。哇，只有这么刚好啊！死没死？我还活着。不是你。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啊！小鱼，你要跟他玩多久？我活喽！操妈的！
谢谢你的帮忙。不客气。为什么莱茵现在脚步声那么吵？一直都很吵啊。所以西哥嘛还比较好，因为他都不飘的。死神在上面吗？那只？你不要过去了，出事啦，阿贝，出事！我按错，救他！按错直接出事。大姐，阿贝出事啦！阿贝，会不会这么危险？你就这样飞过去？不行，我太久没有玩了。上面死神哦，那个右上窗口。我们损失一个队友。啊，死神，太慈悲。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开大逼我？哇！我操！好了，我们不行不行不行！妈妈妈妈，救人哦！熟人真巧，熟人真巧。后面死神呢？哦，死神，夸张。哦，熟人真巧。他怎么不会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啊，这个慈悲一直牵着死神，慈悲一直牵着死神就够了。哇，一堆人！哎。出事啦呗！继续向我地图，让我丢个球球好。什么球球？哦，这球球不好吗？没有，我说什么球球啊？你的球球很多球球，我的球球是我这个球球啊。我的球球是我这两颗球球。左右边，左边。左边很多只，感受到了。哇！我改变想法了。嘿，
小鱼摸摸，不用摸了。对啊，我丢错脚，不是丢错脚，丢错球了呢。干嘛啦？我要被你秒。左边三只，左边很多只。不要不要，我去补他一下。完蛋完蛋。他们好像换法了、啊。哦，死神啊，死神！嗯，啊，不行。好了，我尽量了。打下去了。死神来喽！哎，换换那个，闪光，我来换闪光。真的是莫伊拉之神，莫伊拉真能鬼，怎么莫伊拉做坏了吧？嗯？我们鼠战？嗯？我刚刚好像被炸弹鼠战，对面的，有可能。又爱你哦，嗨妹，小爱你哦，什么时候存到钱去台湾？下面也不能拿，我最近又要换手机。我的球，那你什么时候去找爱你？我能过去吗？小雨，我还记得你为了 iPhone 忘记多少抛弃了我，好像是吧？我又换了一个新的 iPhone。我看到了，遥遥无期。哇！哇！我四杀。我可以要求个现场直播吗？播一下。你可以去看台。看台。啊。啊那会有延迟，很低很低，现在很低，现在超低。哦，这里有些层也真的很低。好，从你大概就一分钟差不多。哎、欸，看上面有一个麦卡利哦，上面上床二楼。死神又跑过来啦！哪里？二楼麦卡利吗？对，二楼麦卡利还在哦，我刚被他去处理他，那去治掉，因为他在搞我。我靠！我是哇哇哇！来不及！啊，猜低哦，对。有人掏小枪，有人掏小枪，完了。
因为只有我啊，我在掏一下小枪啊。哦，麦克一换闪光啦！傻眼呢、欸！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和尚强化，但我才是刚出来哎、欸。补不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！被撞着、啊！被撞着！女生来喽！完了！那是谁？那是谁？没得喷了，没得喷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哇塞！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！来了！嗯，我刚才打后面的慈悲。买油，断油。哎、欸，死神烙旁边。上面闪光。啊，对不起。我抱歉，我撞了。我也是，他撞进去耶。我死的好惨。我道歉，没关系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犯错了的。哇！进得去吗？进不去。冲进去啊！哇，那只死神好讨厌。真的。没关系、啊、，Highlight 是我们这边的。那我们赢了。哦，一开始赢了 highlight， 对，我们赢了 highlight。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，等一下我就会解释。好、哦，准备打开台。你解释，请解释。小听吗？你看，我看到麦卡利开大大厅了、啊，然后麦卡利又开大大厅了、啊。看这个。这个是 Tina 被霸凌的实录，好吧？好难过、哦。虽然对面慈悲有跟我这样干过，我大招为了就开了，只是为了抓慈悲。哎、欸，凡西一来我就不卡了。卡什么？有要换吗？有要换吗？没有。我要换辅助。好，我帮你赢完辅助了。我要当辅助。我希望我真的不会睡着。哦，没关系，你睡着，我也不能做什么。你睡着，我就可以。你们都不能对我做什么。好好的。你想我们对你做什么？我是说把我丢去睡觉房之类的，我可以啊。没有繁星可以把你塞进去。塞哪里啦？你好好说话。
哇，好恐怖！还有是打在我身上，吓死我！嗯，刚开始，刚开始。再好几下，然后才举中我们兵。搞不好他第一次玩。不是啊，这只慈悲没有人要打他。我不舍得。没关系，我舍得，我打他。拳王啊！拳王啊！啊！我好久没有听到小鱼的小鱼的小鱼的惨叫，不要乱打，那个让我一枪爆头就好了。然后为什么？为什么白天在站点，他们没反应？不知道，不重要，我们让他打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我来帮你。你快成功了。哦。你成功了。我要死了。不行了，我半当不会打近战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谁强化了？这为什么是我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为什么是我？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我打掉了，我打掉了。你很棒哦。下去啦！哎、欸，安娜在后面，我睡啦，我睡啦。瞧，我看到你把他推，推倒。他们队伍是跟我们很像，这是抄袭好不好？啊！不要妈妈！说错话了。拳王啊！拳王啊！拳王！不要拳王！不要！我错了，我错！不要！我！哎呦喂呀！妈妈呀！啊！我！我！妈！妈呀！拳王了，对不对？拳王过去了。拳王，为什么会有夺命女啊？夺命女还是什么？我本来是什么？嗯，成功。忘了，没印象。我妈妈，妈妈。哦。跳出来就炸弹鼠啦！炸弹鼠啦！炸弹鼠，对啊。啊，他你是说原本吗？原本啊。来啊！拳王是废物，快把他！这对我开大！我等下被他制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会，如果你靠近我父亲的话，我可以直接把他害掉。我让你拿小小卡我打。所以你在打什么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是不是在打东东吗？好、啊，下去了，睡啦。你们不要打他！哎、欸，要补我慈悲、哦。我们不要打他，你打死他，是不是？慈悲。我不小心射他。啊！我在补了，我在补了，我在牵你了。这是慈悲三十次。感觉你玩得很快乐。
对，这是意外，我按到进站，我不能按到进站。你考死人啊！对不起，这是意外。因为你知道你这个跟我那时候很像，那时候有一次莫因拉就是不小心按到一个近战，然后闪光就被我打死了。不对啊，哪时候的？哎、欸，不要，这边很我真的火大，很棒啊！哇，很棒啊！这个棒啊，帅，超棒的啊，超帅的，没有没有炸弹鼠的大。他没有打，刚好听到声音。难怪他七道，七道换那个拳王。所以我换了那个太阴，然后他就崩溃了。我难怪我刚一直看到什么头上有大绝好的图案。我今天打完那个雪人，好开心。你说连胜的那个？对呀、啊。对啊。少讲嘛，我就故意死。你这人怎么那么优秀啊？就击败、啊。可是前几个礼拜的我都没有打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个难度都蛮可爱的。社交嘛。这大概是《冰雪奇缘三》的欧拉夫吧。或是战旗的欧拉夫。做好攻击准备，选择英雄。我是坦，拜托，我是坦，拜托。你是？真的假的？你延迟这么久？哦，对，我延迟很久。耶！你看我。没空啦、啊，在唱歌。看我，没有人要看。有啦，老巨在看。为什么你的肚脐是黑色？因为没有洗澡。我看。他肚脐是黑的。真的？还是那个是狗？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堆出来。好饿哦，天哪！应该就喜欢看没洗澡的。洗什么？什么？我就就怎样？给你机会讲完话。好啦，我复活你。哇！哦不，我们的球球喷了。哦不！球球来了，球球来了！球球！球球死了，球球死了！我那么痛，你告诉我吗？球来了！哎，不是，他就这样冲进来，没人处理他，处理不了。哇哇哇！打是强化我啊！你强化我，我会补比较多吗？滚到洞里面去，气死！就是很讨厌这款。哦，那我知道啦。等你们，我就直接冲进去啦，去站点。好啊，嗯，哎、欸，好啊。我去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嗯，开始。
我靠，他为了自己开大。哇，你差一点点哎、欸。我们要小枪啊！他敢说对面的吧？还是对面只被小枪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抓错人，抓错人，抓错只。完蛋！这只龙也太正了吧！不是达利亚的能量是满的，啊，这样怎么打？那个只有这种也能打，嗯，没。正义必将伸张。太痛了吧！痛！伊娜是不是不想让我们赢啊？啊！嗯。我很努力的在补血，可是我补不来。不行啊！所以买到粉红紫薇了没有？没有。他还会再开吗？我觉得是不会了。红紫薇不是限定的吗？就那时候。就想说会不会在那个啊，复刻啊？这有点难吧？啊，等到下次又有慈善活动吧，粉红扎利亚之类的。别吧，粉红低吧，最好本身都是红的，粉红的。那有没有打算买一个电竞的，职业电竞联赛的粉，那个不是个粉红色造型的，你就买那个就好了。不一样，那不一样。哦，最近看到一个金色的箱子了。哇，是莫伊拉耶！莫伊拉的造型啦，金色的甜甜，粉红和尚感觉很不错。小玉，小玉，怎么了吗？看我。你为什么要探？因为又是对面那一对，又是对面那一对。哎呀呀！哎，还是他们。我放回来了啦。哎，我想玩。我是真的可以玩的哦。没有啦。啊、先说，我很久没玩 S 了。那你上次我可能出不来了。你看，台上面他穿的、啊、我们第七个队友也卡住，而且可能只有六个队友，哎、欸，五个队友。怎么会有喳喳喳的声音？对，我也在想。这是谁？复活了。啊！被冻住啦！老狙不行耶，老狙！
完了完了。不是半站在二楼。不是吧？点的二楼，点的二楼在，在那边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小鱼你要干嘛？阿丽亚真的好恶心。完了完了。太像了。那你是被晕到吗？对，我被冰起来。哦，我想说你被。尴尬喽！他怎么丢这么后面？对啊，我以为他要往前面丢啊。我以为会前面。他可能知道我们会后退吧，所以往后面。那么会的吗？那么会的吗？你看，被挡住了。当和尚二楼。哦，甘尼老师，完了完了，开错弹了。班长，啊！不是啊，到底在哪？哦，在二楼。这样还被锤到，我挡了欸。哇，被冻住了。不知道点怎么还是我。我在里面绕很久哈、啊。嗯，有点意外。小心小美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哦，被你死了，哭哭啊！哭哭啊！继续捞吧！再绕一下，再绕一下，哎、帮我冲上二楼。可以吗？我在撑呢，我在撑呢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冰冰住了，冰住了，死掉了。对面呢？超赛，可以可以站到了，站到他们全部离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推走了啦，我推走了啦。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最棒的。睡睡睡，真的超棒的。我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又棒哦。靠背，如果我拿出小枪的话，我的队友会宰了我。你想试试看吗？那你想试试看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啊，应该是最后一场了。科学界蒙羞，差不多。
10点。新年快乐！啊，没喽！我摸不到球。有壁垒，壁垒没有壁垒、啊！我被撞到，看到壁垒了。啊靠呗！壁垒死了，我听到声音的。没有，壁垒被捕了，哦死了，被复活了，打完了，嗯，害妈的害林，很难打前面两只。好 ，BS。死掉了！那个指标好像会大跳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走，也救我一下吧！我残血了，我残血了，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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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找我，你找我吗？对。炮台在哪？哦，哇！哦，对不起，啊、我才刚来。我看到你被撞，我看到你被车撞了，因为你过马路不专心，所以你被车撞了。我过马路没看车。靠背。哎！我靠！我以为你差点又要被车撞了，你这样子以后就真的再不会复活我了。真的。我差点以为复活小鱼友的。我想说那个莱茵为什么一直垂下面？原来是你在那边的。没了，我先补，要补一下，没那么多补，喷不了，喷不了。啊！不，对不起，被吸了，他被吸了，好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哇，壁纸躲在这里，没关系。Yes， 你没关系，你把他引走了。怎么拿到坏血了？哈哈。所以你们是个很好的诱饵。
他到底干嘛的？嗯，好可怜。啊，你被找到了。可怜，你很不会玩躲猫猫。我不会，我会忍不住发出声音。我忍不住发出声音，太好笑了。崩溃，崩溃，臭臭，闭嘴。你讲话就被叫闭嘴吗？说真的。好啦，你们读臭臭吧，臭臭很想玩，对不对？臭臭，他没有，臭臭才不会跟我玩，他才不会跟我玩嘞，他不喜欢我们。啊，你怎么可以不喜欢大家？嗯，关台关台。有金，感谢。臭臭从何进来的？我还没关，看呢。好啦，那今晚就到这边啊，没画面，要什么画面嘞？啦啦啦啦啦，截图不用，这个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刚刚桌面有什么？看一下啊、哦。哦，好像也还好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。那之后会偶尔也是有10点的台，偶尔啦，不多。最近是因为。调作息，因为那时候，跨年的时候啊，先吃个广告哈。因为跨年的时候，那时候作息太乱了，所以导致这几天有点没有办法适应，所以就这样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。前面没看到可惜，看记录档，记录档大概1:30左右就好了。12:30以前就好了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不不不不不。